长期晚上睡觉用嘴巴呼吸的人会有一种脸，所谓的腺样体面容，简单讲就是阿呆脸啊。阿呆脸哈，他因为长期用嘴巴呼吸，他的那个颜面骨的结构开始受到一些影响。那我看起来有没有阿呆脸？因为我都是用嘴巴呼吸耶。哇，糟糕！我是用鼻子呼吸，可是我的脸长这样。以上节目由美硕营养素冠名赞助。